大家都吓到了吧？下半场以这种姿态出场，听到开头的音乐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吗？这是英国的最神秘、最顶尖的魔法学院——霍格华兹。参观完了学校以后呢，大家你们已经是学院的一份子啦，待会就要来学习施展魔法的乐曲哦。魔法师的学徒是一首充满魔幻的曲目，等等大家会站在魔法书的前面，并且一页一页的翻开，咒语随着旋律缓慢的浮现出来，会突然的蹦出火花，又突然消失，接下来还会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，一阵阵强弱不一的法术在魔法书中涌现出来。你们现在抓住身边的人，等一等，不要消失在未知的汪洋之中哦，因为最后有更多的火花从书间出来以后呢，又渐渐的回归宁静。准备好喽，精彩绝伦的魔法体验就要开始了。Thank you.